真人念佛，不为他其所惑，他其就是其他的路了。哇，你死心塌地就是这一个法门了，谁讲都不会动了，就大智慧。哦，你看念佛里面有六度啊，哦，好像是善导大师在《观经四帖书》里面讲到了。阿罗汉来给你劝，你也谢谢他，我还是老实念佛。佛来给你劝了，你还是跟他，我还是都不动。哇，那你这个真正信了，不动摇了，这不为他其所惑啊，这个是智慧了。哦，那老人家。讲到啊，邪师说法如恒河沙。那请问我们亲戚朋友身边有没有邪师我们不能看到这句"邪师说法如恒河沙"，好险！我遇到老和尚了，就没了。你要把亲戚朋友放在心上啊！哇，现在邪师那么多。哎，我得教他们判断呐、我们前面都有讲过我们稍微再复习一下。更重要的，有机会要供养亲戚朋友哪怕他还没有学佛你告诉他了，他能判断。现在邪的比正的还多啊，法弱魔强啊，这是末法的现象啊。第一呢，一定有师承。现在呢，邪师都是突然之间开悟了，那个不靠谱六祖坛经说的，威因王佛以前有无师自通的，威因王佛以后没有了。一定有老师的，而且他是有传承的。哦，你看老和尚传承李炳南老师，李炳南老师是传承印光祖师的。再来呢，不会以神通度众生。他一信神通了，明天没走就有问题了。这佛门的规矩啊。现的神通暴露身份了暴露身份了，就走了。我们看那个邪师哇，几千个人来参加会议哇，就在那里，你公开讲，你上个月是不是出车祸讲的那个人哇，好厉害信他信得要死啊！把他骗得一愣一愣的，佛菩萨就讲经说法，让我们明理，不会都是用这种，他为什么知道啊？他可能养了一些小鬼鬼有鬼通啊，他可以知道一点事情就把你给忽悠了，给骗了，所以这些要懂包含善知识是谦虚的。不会一直标榜自己，邪师一定很会标榜自己一定没有德行的根基所以我们扎三根除了把自己的德行扎稳之外我们懂得判断人，一看。他也不孝顺父母他也不友爱兄弟姐妹，那铁定不是善知识啦。《太上感应篇》里面这些句子，不彰人短你看他常常一开口就是批评人就是刻薄啦。这个。
德薄者啊，其心苛傲、苛刻又傲慢呢、所以见人皆可憎呢、觉得讨厌这个，讨厌那个，口中所许可者少，都不会赞许别人啊，得胜者其心和平啊，平和啊。见人皆可取，哦，所以他会常常赞叹别人啊，哦，那赞叹别人跟普贤行相应啊，礼敬诸佛，常常批评人呢，就不尊重人了，礼敬诸佛的不批评人，所以你普贤行，你都可以判断人有没有德行啊。哎，称赞如来，哦，所以学三根有不少好处嘞，能判断人，不会判断人可会出大事啊！你跟错人了，那镶嵌入火坑，那还得了啊？还有，你要成就一件事啊，你一定要会看人。不然呢，那么重要的事，你用错人了。这事就黄了，啊，我们呢当然会很难过了呀，大众受连累了，所以面对因缘，度德量力是衡量自己的条件，审视你要考虑形势成不成熟，再来是择人呢，你要用对人，人存正举，人亡正息呀。哎，今天用了一个要明文力养的人，然后还要大家配合他去搞明文力养，那这不是变成共业吗？哎，修行人是脑子要清楚啊，哎，要和气了，算了算了，和气吧，那和气一起去搞明文力养啊。知和而和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啊。你看《论语》那话讲得很精彩啊。礼之用，和为贵。哦，家和万事兴啊。可是你和要见和同解啊，你不能和了之后往错误的方向去走啊，不对啊，那怎么办？还是和啊。你不批评他，不跟他对立，你要把对的做出来啊，让他看着不好意思了，生惭愧心了，这是真正对他的供养啊。你不能和到最后这个同流合污，那也不对啊。这法不能用错因缘哦，因缘是什么状况啊？你要用对哦。不然呢，我们学佛变成和稀泥了，那不行了，学成乡愿了，好好先生啊，大是大非你都不站出来，那这个团体就没有是非了。好，哦，然后啊，这个判断善知识呢，他一定是啊。淡泊名利啊，不搞名利呀！孔子说：“士至于道，读书人至于大学之道啊，自利利他了。而此二一二十者，未足以义也。”他还会不高兴，吃得不好，穿得不好了。那他心哪有在道中啊？他看重这些物质的享乐了，那不用跟他谈道了，不相应啊。安贫乐道啊，哦，当然了，安贫乐道是对自己啊。哎，这一点在法不能用错了啊。
哎，比方你吃素了，啊，你不能强迫的家里人全要跟你一样啊。教人以善，勿过高啊，你最起码要先等你的厨艺提升了，是吧？哦，所以老和尚很柔软啊。哎，在家人问了，家里啊，现在要开始吃素了，啊，可不可以放一点调味的葱蒜呢？然后当然可以啊，是吧？不然你一调，这些东西全部没有了，全家人很怕吃饭的，是吧？你煮了老半天不吃，好像对不起你吃，哎呀。没啥味道，吃的挺辛苦的啊。有些家里的人很有修养了，怕你难过了哎，最后再出去吃一点。哎，我们先学佛，不代表我们比较有修养啊。大家不要着这种相啊。哎，哦，我们有时候学了很多年了，那个果德还不如我们。家里没血，嗯，好，哦，所以这个孔子这些话都是判断的，哦，包含这个《资治通鉴》一开始呢就谈到了才德论，啊，什么是德？正直中和，之谓德。啊，正，公正无私，直，直很真诚，直直，直率，啊，不会用心机呀，啊，不会耍手段，哎，中，哎，中道，啊，不会很过激，不会过，不会不急，啊，和。很和气、柔软、温和，哎，这个是德。聪察强毅、聪明，哇，观察力很厉害，很犀利，啊，强，哦，做事很猛，毅，很有毅力啊，哎，这些是才能哦，不是德哦。但是我们想一想，才能比较吸引呢，还是德行比较吸引人呢？才能，嗯，所以我们在用人的时候啊，德为先哦，才能是为他的德所用的。你用到一个才能胜过德行的人，你就驾驭不了了，最后你的团体就会，元气大伤。哦，我们见过企业团体都有啊，你用错一个人呢，最后把差不多一半的员工都带走了，所以要用对人哦，不然成不了事哦。你有好心哦，也会办了坏事哦。